最近有一组关于朱亚文和他的爱妻近期状态的照片被传到网上，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。从照片背景上来看，两个人应该是在机场。当天他们的穿着都非常低调，其中朱亚文戴着黄色鸭舌帽和黑色口罩，身上穿着灰色上衣和绿色长裤，还背着一个黑色的大书包，远远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大学生。而在一旁的沈佳妮穿着条纹上衣和黑色短裤，身材非常纤细苗条，还背着一个斜挎包，同样戴着帽子和口罩。尽管如此，仍然能够看出来她素颜出镜，皮肤状态非常不错。两个人并肩向前走着，朱亚文时而将手搭在妻子的肩膀上，动作十分亲昵。虽然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，但是看上去十分恩爱。前不久，有网友还拍到了沈佳妮带着她的小女儿在雨天里认真的拍摄，母女二人玩得十分开心。最近朱亚文的新电影也将和大家见面，这是一部有关战争的影片，朱亚文在这部剧中也是一个关键的人物。一直以来，朱亚文的演技都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，希望这部剧中他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，也希望他们一家三口可以永远幸福下去吧。